待的事情，就是可以跟小個地不同的高手去交流。咁因為細個地好多人都好犀利咁樣啦。我覺得寶可夢嘅魅力就係、是、其實大家就算小朋友或者大人，其實都好中意呢個寶可夢。咁可能你都會喺寶可夢入面揾到自己中意嘅寶可夢，咁去沉迷落去，非常之中意呢個寶可夢卡牌。